是去那边救援，用那边那个电脑新商量，新商量。去用脚买太阳，平安。啊。早些可以要求太阳做两天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强太阳，为了自己的商量更高点。你可以用短短的时间，从那个座位上，你关心他了。你不会顺利跳过一年的代言，也可以商量，可以用你用的。今年你年纪有商量，有气有气势嘛，会超前人啊，你能搞的。那个六年的时间，请你自己为自己了，很少有商量的搞的。今年五年的日子，所讨论到宽道的营商当中。所以我们的标杆营商以外一切的皮箱来留我们的营搬作所以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的主角一件事情好重要的就是我们营要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从我们团的经文用我们也从我们团的经文当中我们来反思我们来联合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爱想真相我们商量的人我们请我们的本会的负责的体重不管你将二十个今日的经文放出来上帝的话不好看、哦、所以放出来不好看上帝的话不亮上帝的话不好看好当你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下上帝的话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按两年用来荣耀我们的上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在基督也是一般的我们是属于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也是基督一般的我们要在心灵来看上帝两年来跟我们讲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他说凡事乃都可行凡事乃都可行如果简单的在原文的意思来解释的话呢你看一天是六十四前面的六十四的意思就是说到可以凡事对我来说不可以是合法化的凡事对我来说是合法化的耶稣话到底是马的意思呢保罗的所带出来的就是说其实是在基督也是因为呢我们是能够得到自由的耶稣就从开始到今啊我们一直想强调的是对的因为在基督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一种自由的我们甚至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十几十几度我们在做几度也是一般的人我们有的事我们要吃我们要吃我们要吃我们要饮甚至我们睡我们要工作在工作上要吃要睡要饮工作甚至包括我们人类叫你享受追求的权利所以基督徒是吗我们同样的基督徒不是不属实不属衰不属严的一样的我们同其他人一样可以自由的可以选择我是麦克我也同样可以选择我严麦克我前麦克的工作等等甚至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当中我一样能力可以追求享受的权利是贸易可以有权保护其他你应该要能做的或者是说贸易因为你会权力来管理管理的想法你应该要没有想法的唯有唱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真的要做出我的意在基督你也是基督你的意你就想做出一种引头跳过心灵的话你没骗你别说我的在生活上应该的做某些的眼界或者是一种的传统要讲呢其实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
因为我就是已经在主耶稣基督以外，我们的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嘴所付上海的这个推荐，使到我们在一切控诉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得到水活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所有的罪恶都已经被赦免了，也不再纪念了。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十到十一节，再一次的被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当我们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爱，我们的罪会被赦免，甚至也不再纪念了。保罗他在罗马书，在罗马书其他一样的功能，一个已经这个经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边就不听吹害，已经不听吹害。从然后呢，我就可以好立天为我哋嘅身份，然后会看到我哋能够有只好立天嘅身份，就系我哋有自由，我哋可以做任何嘅事情。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莫看上文，唔看下文，或者看下文唔看上文。保罗伊出样只下起嚟讲，但是但不都有益处，但不都有益处。只下起嘅嘢一句话，一句话当中，我用我哋再一次的顶提醒，我哋虽然啊，我哋虽然系出彩一张。自由的，我们有一种自由的体会，但是我们的自由却不能够被滥用。我们不能够滥用我们的自由。首先，我们不能够因为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去了，所以呢，我们会影响导致影响到我们的体育奖会得到。我讲过，我们虽然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有何呢？或者是我就千万冒上位，我就提供将我的判决上，你的生命希望不要上位一直给破裂，上位提供将我印证你上位会给我的判决上。当我的建议挑战我们的将我为我们拖出来出去进门的时候，其实你要出的经文，我们同时也可以，你有圣经的，你同样你翻开罗马书十四章的时候，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你还会对看这个放出的前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主要是讲到我们不会因为失学的问题，不会因为失学失老学的问题。他们一下子就跌倒，虽然事故说不得是物的，事故也不跳过影响到我们要变好或者变坏，或者是说你想要东西你要变好了，你想要东西你要变坏了，没有的意思。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所失而影响到渺渺希望渺渺家我的心情的话，爱联合现在不在他的面前来信。我讲如果你那些小人来讲，爱就是爱，我马上来下来就是爱那个款，就是爱那个款，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还在那个自由，你管到哪里，我马上管到哪里，你管哪里，你还在那个自由。甚至如果你我就要用小看，我就要用小看看一十年，甚至呢好聪明用更多的小看来影响我这教会的领袖去相信他所骗的台湾所骗的那条谎言，因为人家是给他自由嘛，好多时候我们在自由当中我们好放纵，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是怎样的呢？上帝给我们的自由难道就是用结束下去，是用你不能够结束拦住他去接下去结束做坏事的呢？所以圣经也向我们再一次
事的来看，听讲话，出一下我讲的太难下，就是在纪录片，我就是绝对拥有自由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就不能够拥有自由的，但是我就要对人家拥有的人家的自由，我就要有责任心，我就要有做出责任感，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自由而负上责任感，不是做回去的人说回去的人算数的，我们需要在人家的自由当中，你要有付出人家的责任感，人家就像因为你老奶的自由盼到回其他的地方家乡，那么现在我们要从心理当中来提醒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想法不因为自由反而被人家的情欲所控制的，当你看得出心理的时候，你就看到或者那个我们所拥有的人家的自由啊，自由啊，并不是被我们有犯罪的一种的尊敬啊，你拿到你的这个尊敬，拿到你的这个自由，可以去犯罪的。所以心里也好提醒我们不小心。我们知道你的故意有没有看过那样的人说啊，我曾经有人跟我们说过，他却说，哎呀，做基督徒真的好麻烦他哟，做基督徒好像也好，也要用得做，哎，要用得做，说说哎，叫我用得说的哟，好像做基督徒啊，就没什么意义的呢，没什么意思的呢。甚至也有做善意的人啊，也有人说过，他说啊，如果啊，我坚持啊，坚持啊，做基督徒生活的一种原则来行的话，来做事情的话，某个时候我真有赚到钱，某个时候我真有反弹。真的是那样呢？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发得很吵吗？真的好像他太多衰人了，很容易因为我们基督徒真的没有自由吗？你又因为那么样呢？是不是很容易？我本人会因为基督徒是绝对绝对绝对
嘅嗬，像一个在眼嘅闪现当中咧，危到攀高，危过前事故，看起来好像系好惊悚嘅尸体，甚至黄泽闪现其实的功能嗰个一样嘅，所以话我见到咧，在眼黑人会以为讲，比如讲。满足廿二集嘅新嘅衣帽啊，留嘅留嘅就拍我，我识咧廿二集嘅需要啊，其实咧系好甜蜜嘅需要嘅，好刺眼嘅。但系从新嘅我哋看见看到保罗嘅非常嘅坚决嘅坚决啊，佢好坚决嘅反对。因为他反对什么呢？他反对加利奥那样的讲法。做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评判，老师傅其实也是参事先的。有人也要会有过去，也要会发言。但是我们也这个心思，却是要保留存留到永远，一切到建筑面的时候能够得以要的。所以呢，你这个心智啊，老年这个衣帽，童年的顾盼，老年这个媳妇，你去两件事情呢，你根本能够一切两件事情一切拼出一切来讨论的。也在劝你老奶都必须要留意老关注的事情。我就发出你在世界上不要再去危害到阴影三重，我们应该还有比年一天的事情更加的高贵的，就是用我们的身份来引诱我们送给你，用我们的身份来引诱送你的命。因为我们也这个身份，我们每一人的身份其实是受到我们的行为所影响的，我们也这个身份是受到我们的行为所影响的。所以圣经又我们提到，如果你是靠着自己肉体来发的话，你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呢，就是属于肉体的表现。如果你是依靠心灵来行事的话呢，你肯定你所结出的就是心灵的果子。所以保罗在彩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他所讲的，他说顺着情义你发的生命呢，就好明显会困见的，就比如说一番感言感谏言，就讲对婚姻或者对佢嘅配偶唔重视，或者系佢嘅出在所出嘅一条唔好听嘅话，接下来佢讲到，在佢嘅佢发出嚟嘅就生命啊，要邪当啊，拜偶像、拜偶像、仇恨啊、记恨啦、啊，或者系恼怒啦、啊。激动啦、奔战啦、妒忌等等，也就出在嘅生命当中发出来嘅。但系如果一直嘅，佢喺顺从心灵嘅带领嘅话，佢嘅生活喺天天咧，喺受心灵嘅锻炼嘅生命所发出来嘅好明显，要可以看到佢嘅生命当中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在创业方面的经文当中，比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受到任何的力量影响的时候，当你受到任何的力量影响你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去默计用的生命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保罗给个前一条同一条风涛的意义有关的人，其实就是羞辱主名的人，也有人啊，给他的生命
坚持就会羞辱羞辱主的名。保罗的初言，他的经文当中，以后特地特地啊，特别再一次的指出，也就唔道德的摧下。其主要的用意呢，就是爱外头去逃避。其主要用意爱外头，也是爱积极去逃避，也就唔道德的行为。简单之前也肯提到逃避，也就性方面的唔道德。甚至佢又爱外头逃避，在外头生命当中，又影响外头犯罪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也就在休书五章十七节，也肯佢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一则在基督里爱的人，天天行其义，下一则不单止新，是新造的人，因为旧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已经不再纪念，也是基督的宝血已经砸过去，已经三面的摧毁，已经不再纪念了。今天你发出来的生命，应该是新的生命，新的想法。所以在耶稣的经文，我们最看的是十九到二十节。啊，各位要请注意哈，十九到二十节，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话，然后讲到的，我强调的是盲的。保罗在耶稣的经文当中，当他要结束的时候呢，他要照耶稣的脚点，他要封在耶稣的心思。是心灵的天呢，也就天呢，也就课题上。七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宋文其实他所提到的也就是身体啊，也就啊所提到的也就高位整体来看就是神的殿，高位整体来看就是上帝的家。当你让他讲到心思的时候呢，他是用单数来讲的。就是自然去当我哋每集嘅信徒，都系上帝居住嘅天殿。上帝爱闹凡系在住，也是基督地位嘅同住同住。佢爱应候我哋，佢爱过年嘅生日，甚至佢爱做嘅生日嘅主。所以呢，每一集嘅信徒，上帝爱闹你同在。在初春的生命当中来过年，现在我们要转变，要将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在前面已经提升起来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催眠，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是值得成为一个尊贵的，所以一个尊贵的所以在前能够前面的变提升起来，是因为主耶稣他用重价来买我们转来的，买赎我们转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的意识，我意识就说我们要明白一下，其实我们发财也在世界上好像你老奶一样，我们出彩的这个玻璃屋的话，中国人怎么说呢？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说好像出彩的一间玻璃屋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隔离人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血缘，其实他会出来观察，会出来看你目前是两名用如何的来过年的想法的。我们用年表我们所发出来的见证，在每一人的生命当中，既然你老奶所发出来的见证，其实真正的就像公会人家谈，我们是一个我摆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的信息就是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已经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已经秉主耶稣的宝血，是秉主耶稣的救赎买进来的。今日问下我们自己，你在人面前
所展现出来的那一十个六面上的一十个见证，从你的生命当中你所展现出来的那一十六面上的见证，那正面呢，我觉得是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今早是同样的也会用双在礼拜我们是在讲台上你用的一张五年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他要抛出来一个问题来问孩子，你的生命的工钱是以某的材料来建立的呢？你生命的工钱是用某的材料来建立的呢？来建造的呢？然后希望我们要实在的不会再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实在会有一种热爱真相爱上我们的生命，来为主耶稣来发争取争取一直的时间来成长。春夜后面我做出两种的邀请，一种的邀请呢，就是在我们当中以后你真的每一礼拜只不过在几年来做崇拜来来一下可以见出见坐在一下，但是每一礼拜其实送你一样来同你讲话，来坐一下来邀请一样的不会浪费你的生命，因为送你已经财前去给你爱子主耶稣基督为何我要牺牲在十字架上，我邀请你在你勇敢的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你是那位爱你的救主，唯有他真的要救你，同时唯有他真的要做你生命的救主。听你在邀请，就像我要邀请你的有一位的天父家人一样的，就为我们不会浪费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用一个永恒的时间来看的话，来相比的话，我们从一个天上其实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们要很明智明智明智的来花我们的时间，以经过一阵能够引诱送你两个神话。最后来再一次的通过给你的信息再一次的来提醒，请问我就不会滥用你所拥有的自由想法的，你会发出两个自由用两个心思来引诱送你的名，因为送你的话不单止同你说上帝的话也一样的来勉励，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凡有义的应当他，因上帝的话能够比你贪爱也记在心中。